第五，来，一心顶礼，北方多闻天王。这个多闻天王，经典说，知闻四方，只要有人在念经，只要有人在讲话，多闻天王永远都在听，就像天上圣母妈祖，妈祖必要的顺风逆，对不对？千里眼，千里眼就像广目天王，顺风耳就像多闻天王，所以这个世间什么事情他都知道，也因为知道，能布施福德财宝，所以叫财宝天王。啊，这个人真心在利益众生，做好事，那么多闻天王一定会知道，然后来护持你，能是财宝。所以今天你赚钱是希望孝顺父母，帮助社会，开老人院，那你要多礼拜供养多闻天王。